今天准备去鼓楼 ，Let's go。我可以买件白衬衣啊，这个好看，这样好看吗？怎么样？试一下。哎，其实我后面想搬了，觉得在胡同才感觉来到了北京。你看这小朋友画的画，走进去给你们看。画真的挺好的。哎，我刚看那个小朋友画的画，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那个水平，别是中版。下房顶，我去孤儿院去飞。老高。好胖，多大了？可能差点咬我。说实话，你一个人住这儿真的很舒服，但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很贵吧。我想在胡同里奔跑。